来飞去的昆虫，只要舌头一伸，就能命中目标饱餐一顿。如果昆虫在手机的荧幕上呢？美国有一个蜥蜴主人，为了考验自家的蜥蜴到底有多厉害，就让他玩现在最夯的杀蚂蚁游戏，果然招招命中。 宠物蜥蜴一看到移动中的蚂蚁，马上凑过来。主人按下 play 键，傻傻的蜥蜴以为喂食的时间到了，赶紧用舌头点击荧幕上肥美的大蚂蚁，一只接一只精准命中。主人才知道，原来打电动蜥蜴比它还厉害。 可是不管蜥蜴命中多少目标，只能盯着荧幕流口水，一口都吃不到。他等着等着，最后还打中魔王大黄蜂，游戏结束。可怜的蜥蜴转过头看着主人，饿着肚子，只见主人又按 play， 傻傻的蜥蜴继续上当，可爱的模样让他一戏成名。 网友不忍心，直说赶快赏点真的蚂蚁给他吃吧。综合报道。